六，今天是开工的日，一周花火，人潮依然不减。的布置是金鸡报喜，吉祥富贵，招财进宝。花在彰化，吉祥富贵一起来。这个故事是大吉大利。今年的布置是采取豪华的大场面，树大便是美。在今年是享尽了光彩，
啊，这个一线草间摩擦哦，这个一线摩擦等于传个家。这个等于扩音器了，这个摩擦声音传成。对。苗圃花海，
喜欢嘞。得拿嘞哈。这是处处飘香的美食区。零八路，接驳的游客，本人欢迎五点结束活动。到小哥起，今晚不能动。天津栗子，在地农特产展售区。到广东，上车，谢谢您的工作，祝您愉快。